油烧热了以后，下锅炸。等锅里炸一两分钟，一两分钟到了以后捞出，过一下油的肉，反而吃起来没那么腻，而且更 Q 弹。放入一勺油，放一勺糖，小火把它熬开。不停的搅，这个冒泡了以后，你看这个颜色也变黄了以后，这样看得出来颜色变黄了以后，放入我们的肉块，翻炒，开中大火，把它翻炒均匀以后，放八角、葱、蒜。喜欢辣椒的朋友放两颗辣椒，放入一勺老抽，这个颜色就上来了。放入一碗水，大火烧开，大火煮开以后关小火炖30分钟，汤汁儿都收完了以后，少放一点味精。